没想到那个感动情况在金曲奖发生，我相信也是金曲奖办那么多届以来百年难得一见的现场。第35届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得奖的是 MC Hotdog， 兼具情感面和感染力的演唱浑然天成，将音乐变成日常，接地气的专辑创作面向，结合敏锐的社会观察力，唱出饶舌音乐的最大共鸣。今天真的是好奇妙的一天。没想到那个感动情况在金曲奖发生，我真的那时候我真的快尿裤子了，真的。不过没事，我觉得演出它其实就有很多现场的事故。有时候我觉得其实大家来看现场啊，就是要看歌手失误，就是要看歌手出糗。如果他真的唱的跟 CD 跟那些串流平台一样好的话，你在家听就好了，你干嘛来现场听？所以刚才那个现场，我相信也是金曲奖办那么多届以来百年难得一见的现场。谢谢大家，我谢谢我的公司本色音乐，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一路以来非常支持我的歌迷。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柯文哲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国昌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珊珊。祝福风灿传媒1岁生日快乐！祝福风灿传媒1岁生日快乐！祝福风灿传媒1岁生日快乐！希望风灿传媒秉持正心，持续公正报道真相，发出台湾的声音。祝生日快乐！2023年4月，风灿传媒诞生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无畏辛苦，展现专业，让 FTNN 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。我们无畏付出，展现创意，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，风灿传媒感谢有你。